阿三，进榜了！呜！可以学学孩子的语言啊，听听怎么叫声啊，要用心的去听他。他那个也是母猴招小猴要过来的意思，他这个是母猴跟小猴的对话来的。你看他这个猴子就是这样叫的，哦啊，你看这个还没到啊，我们想饿了，想吃了，嗯，对对。平时最简单的叫法，他哦就是来。喂猴子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叫他阿三呢？阿三是我们给他起的名字。阿三，进榜了！呜呜。